下拆放技术用地位关制，高高低对着地凌乱范围困住了解体，急跳的及位逼未下跪，天规靠信仰打低，难平滑习惯左一直棋，行动都顾忌，挺起腰骨被抚平练勇气，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，大不了死亦不会避，命令能做武器，敌方能做武器，相信暗惨遭攻击有了真谛，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，越闹越热闹是转机，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，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，杀去几多关卡，多了几多关卡，拥抱他变身去灌溉天地，靠切拍吹散困惑，无视浅踏，注重铸造盔甲，出发攻塔，进程个好盔甲，逐一逐一逐一击杀，用汗与血作抵押，无惧孤注一掷。新基因辛苦死后露面前，变化卖出旧软件，变化弄出旧人经验，新规则新路势做实验，实验一次一次一次火线，成员未退在阴阴暗面，成败都正面，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。闭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，每一次欠发一次电，越定型越要变，越激动越要变，烧光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，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，越闹越热闹是转机，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，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，擦去几多关卡，多了几多怪他，拥抱他，以心血灌溉天地。世界创造一班被选中的细路，不骄不傲，不要变化，再进化，一发连场风暴。信号收到，出发伟大航道。标准有新尝试，摩打有新电池，残旧配件很有事，停顿再开始。新的古迹，新的史诗，不设定义。辗转反侧，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。你們會有這個行動搶來的，因為我們透過聽人知道有四個意思會留下，所以我們決定全部人一起上來抗他們一起走，他們不走我們都不走，我們推他們一起走，因為其實現在已經很接近12點的死線了，你們怕不怕進來是出不回去？我覺得很怕，但